这个衬衫好好看哦，这件好像可以搭这种。前面的话它是有做打折的，对，它那件上衣前面这里比较不一样，这边它这个领子这边，然后它是那种有点纹路感的，很适合夏天。近看它也是有这个纹路，对，然后它也一样是有点米杏色，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百搭。你们看这样穿，然后配着牛仔裤，也超好，没错，粉色真的超级显白耶，粉色这样穿也超美，配白裤，对啊，看起来超级温柔的，对，粉配白真的是绝配。而且它这个粉是那种淡淡的粉，对，它是那种非常饱和度很低的粉。像我自己很喜欢这件上衣，它这边也是有做那种打折线，这边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不会太无聊，而且又是肩领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衬衫的长度，它有做到蛮比较下面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设计，它做这样子就会看起来比较温柔，对，而且比较休闲，不会太正式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就不会有种正装的感觉，不是很厚的那种哦，它其实是微透，所以其实夏天的天气就穿起来会很舒服。对，你看它这个，这件真的超凉。